草屯镇北投里中卫区当中，也是有真侪条农路泥固失修，造成当地居民出列困扰。议员蔡明轩协助民众订正了后，关注林明进会同两位立委做伙来关心会勘，并指示相关单位要将路面重新来铺设 AC 路面，以让民众平顺好行的道路。关注林明进来到草屯镇北投部的中卫区中，透过机关蔡明轩以及当地居民的说明，并看到道路泥固失修，了解路面订铺的重要性，就要求相关单位要尽速施工订铺。哎，你这巷道啊，可能咱重的区重的了，较七摆吼，可能拢啊唔要阁重新封站吼，啊，一挂路面拢含含磕磕吼，会崩落吼，啊，阁铺甲像膏药哩吼，啊，所以经过咱的里长吼，啊，阁咱蔡明轩议员，啊，阁咱的市书啊马文俊立委，啊，阁咱的镇长吼，啊，大家欢迎啊，讲这啊阁电做吼，啊，所以今日来会勘嘛，啊，这确实了，为着咱这草屯镇吼重的区啊，甲咱这。啊，里面的出入嘛吼，啊，这路面啊，甲做较好嘞，较袂危险性。哦，啊，今天来到咱的北投部吼，甲咱北投交界这种这条农路，吼，啊，这条吼咱嘛，居民拢反映讲吼，拢骑都摆拢较危险吼，啊，感谢馆长吼，甲咱立委吼，拢亲自到现场吼，来替咱解决这个问题吼。同款关心地方基础建设立委柯淑华、马文君也专工前来了解现况，看到道路泥固失修的状况，对了表达关心。马昆丁馆长林明进为民服务效率。这条道路其实出入的人非常的多，啊，尤其啊，这已经抛出过几啊遍吼，啊，伫个准交边啊，这路尤其坎坎坷坷，啊，尤其对着骑机车或者是通行的人，其实造成较侪较无安全的所在啊，所以今仔日馆长吼啊，甲咱地方会同啊，同齐来甲遮做一个改善甲施设，希望讲会使有过一个较平坦的道路，互大家通行较安全。有需要做的，咱县政府吼，勤来勤来，甲咱的地方做建设做较完美的，较完善的，还有大家出入较安全。草屯镇北投里的这条苏关路201巷，需要抛除顶坡路长大约700公尺，是这个地区的交通要道，车辆来往是真频繁。官府将以230万的经费来修复，幸好当地居民平顺好行的道路。记者金山差不多。